小伙伴们，大家好！韩国语实用生活口语第48课，我们现在开始。你能送我回家吗？저를집까지태워다줄수있어요？저를집까지태워다줄수있어요？저를집까지태워다줄수있어요？我在想其他事情。딴생각을하고있었어요。딴생각을하고있었어요。딴생각을하고있었어요。太阳从西边出来。해가서쪽에서뜨겠어요。해가서쪽에서뜨겠어요。해가서쪽에서뜨겠어요。你自己看着办吧。알아서하세요。알아서하세요。알아서하세요。我忘得一干二净。까마케잊어버렸어요。까마케잊어버렸어요。까마케잊어버렸어요。你应该好好休息。不，去洗牙对哦。不，去洗牙对哦。不，去洗牙对哦。再忙也要吃饭啊。아무리바빠도밥을먹어야죠。아무리바빠도밥은먹어야죠。아무리바빠도밥은먹어야죠。你为什么对我发火？왜저한테화내고그래요？왜저한테화내고그래요？왜저한테화내고그래요？你怎么能出尔反尔？어떻게한입으로두말을해요？어떻게한입으로두말을해요？어떻게한입으로두말을해요？
开始是成功的一半。시작이반이라고요시작이반이라고요시작이반이라고요小伙伴们每天坚持一点点，进步一点点，我们下期见。